好，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这个把作业系统怎么样把硬碟上面的空间啊来给一个档案一个档案叫 allocation 啊。那接下来就是看这个我们空下来那些空间啊零碎的空间怎么样来管理，就 free space management 啊。那同样的也很像啊，就是这个跟那基本上比较常用的啊会有一个资料结构叫 bit vector 啊，就是你有多少个 block 呢？就因为作业系统要它要知道现在的状况怎么样，现在硬碟被使用的全貌是怎么样。那我而且我有一个很快很有效的方法能够知道，这个 block 是 OK， 那个 block 是不 OK 的，就到底哪些是空的，还是我可以掌控的资源。那如果你是一个去看，那是一样的，就非常非常慢。就有人要他我档案他的这个空间不够 ，data block 不够，要给他，那你要怎么找到这个，一定要很有效很快。所以最常用的是一个资料结构的 bit vector， 这个很简单，你有多少个 block 呢，就有多少个 bit 啊。那这个 bit 为零的时候呢，表示这个 block 呢是 free 的啊。没有人在用。如果 bit 这个相对应的这个bit 它是一的话呢，代表说这个 block 呢已经被你给 allocate 给某一个档案里啊。那所以这个 bit vector 啊，这个 data structure 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你的 block 那么在哪里呢？就是看你是哪一个 bit， 那里面一个 word 里面有多少个 bit。那有多少 block， 一个 word 有多少 bit， 然后再加上这个offset 啊，这个我们后面还有其他会再看一些这个这个数字的例子哈。那用 bit vector 看起来很好啊，但是这个 bit map 或这个 bit vector 呢，它本身 again 啊，这就又来。又是一个 overhead， 我突然想到了某些做法之后，我觉得这很好啊，这个同学有时候在脑力激荡说，这样做很好，这样做很好，这样做很好，真的在要去做的时候发觉不太好，很累啊，或者这个这中间有很多细节，很多 overhead， 这个很多这个像这个 feedback 的，它有一些这个 action space， 同样要耗掉空间啊，反正不是你要牺牲的不是时间就是空间了啊，反正这个。我们讲过，常常在这个资讯里面啊，就是 time space 的 trade off， 总是要有心，不可能都好啊，但是有可能都不好，所以我们要仔细的算一算，我们这些牺牲我们可不可以这个忍受啊，可以容忍？好，假设这个 block 是2的12次方，那22次方是多少？这个应该直觉立刻要出汗。22次方是多大？2的14方。这个概念要有20方、22次方、23次方、24方 k、24方 mega， 对，32次方 giga， 那2的11次方 2k， 22次方 4k， 这个。它是资讯相关的，那个资讯的这个数字的概念，你要看到，你就立刻就要冒出来了哈。如果你再想哈，表示说你这个不熟了哈，不熟没关系，我是可以算的哈。但是如果你算到这个怎么讲，算到5年时间你还在算，就是说那不如会把这个东西当做我们一个就跟99乘法表一样，就立刻出来了。这个对，如果在那不是资讯的专业的话。没有关系啊，资讯专业化这种东西都那个出来，2的34方 G， 假设一个 block 是 4K， 一个 disk 呢是2的34方一个 G 档，那这样的话，它的如果每一个 block 都要一个 bit 的话呢，它的这个bit vector 或 bit map 是多少？2的34除以2的12，就是总共 disk 这么大，每一个 block 这么大，一除2的18次方，就是32K。那这个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有连续的这个话要这个
抓的话呢，哎，也蛮方便的。那也可以用 link list 的。那 link list 的话呢 ，link list 的话呢，你要抓连续的块，连续的空间就不太方便了。你就连续的空间，这个，因为我做 link list 的特性就是跳来跳去嘛，能抓连续。那 link list 还是不会 waste 的空间的。这个各有，我这次注意到这是指 free list 的 management。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指。Link list 这边也有 link list， 那边也有 link list， 那这当然就资料结构而言 ，link list 都一样的。那就用途而言呢，刚才我们看到的 link list 是什么？是这个档案要给你多少 block， 你要抓资料的时候，那个档案我占这个 block， 这个 block， 这个 block， 那是把那个档案它占有 block 的这个那个起来。那这个是一个程 programmer 或者一个你要读取档案的时候呢，是用那个在那个 link list 里。那现在这个 link list 是个 free list。是作业系统要给空间，在给那些档案的时候，我这个整个硬件里面有哪些是空的？那如果用这个 link list 来做的话，啊，如果是这样的，所以它是也用到 link list 的。所以有时候像同学在礼拜一早上上课的时候，头脑还不太清晰啊，什么到处都 link list 啊，到处都 link list 啊，那其实用途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但 link list 的好处快速作业，那然后这些又可以做一些。所谓的free space 又可以做 group 跟 counting 的一些功能的这个的管理哈。那如果是 free space 的 manage 的话呢，有一些东西要注意到的哈，就是像安全，因为这个你这个。现在有多少资源呢？这是很重要的讯息，所以要管。但是安全到不见是别人特别的要来这个，你不见是骇客，而是你自己要把它保护好，因为你自己的你的这个程式，你的这硬件空间，你是给这个所有的程式在用的，所以如果自己没有保护好的话呢，你会不小心让别人合法的来使用，所以就不太不见，就是说连恶意的来用，连合法的是可以来用的话，那这个也是你的保护，就是保护。这个 protect， 我们常常像谈资料说 protect 啊，那 protect 的话，不见有时候不见是 protect 那个骇客或者外面有意要入侵的人，而是你自己没有设计好，你要 protect 什么？连合法使用的人他不小心啊，就是用到，那这个就会引犯罪的嘛，不能这样子做嘛，这个当然有的时候会这样，就是引诱犯罪嘛，因为其实你干出事引诱犯罪，自己没有设计好，但是就用引诱犯罪来这个。来脱词的不对，所以这 protect 包含很多的这个代意思。那 protect 的话，那这个 point 当然要 protect 嘛。那 bitmap 本身呢，它必须要在 link 上面啊。那在 memory 和 disk 里面 copy 是不一样的啊。那有时候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我的这个 bitmap 因为蛮大，所以我 bitmap 呢。我这个会放在记忆体里面，也会放在硬碟上。我放在硬碟上，放记忆，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什么呢？差异的。我只要一个东西有两份，所以我们在谈 cache 的时候里面就讲过，它的资料就可能怎么样，会不一样。所以，可这个不一样就完蛋，就不行了。因为我的这个 bitmap 是现在它是管理我整个硬碟上面状况。那硬碟上面状况，那我要处理它的时候呢，那我当它摆在硬碟上面，我要处理它的时候我要把它放到这记忆体里面。可是我最后在记忆体里面处理这个 bitmap 的这个时候，那结果你那边或者什么发生不一样，或我硬碟我在处理的时候我这边改了，那你那个硬碟的那个实际上在硬碟的那个 copy 里面还没有改，那就不一致，不一致就会怎么样，就会错误了，就因为有人也可以抓到这个等等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让这个。bit i 等于一 in memory， 哎 ，bit 零等于零啊 ，disk， 所以这资料不一致是有可能。那所以怎么做呢？当然有很多做法，就是说我先 set bit 在一等 disk， 然后 allocate block， 然后呢 set bit 一 in memory， 设定一个 procedure。这种东西这一类的方法，其实大家都学过，在哪里学过？在 process synchronization 里面啊，就是我等于加一个 lock， 我加一个 procedure， 把它给你先做加一个顺序，那 lookup 里面也有，就是我们先加一个顺序，我固定这个顺序来做，那再用的时候就
就可以避免啊，避免这个不一致的这个情况发生。那目录的实作，这个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谈过了 ，direct presentation 啊，这个。好，那这个像刚刚这两个目录的实作，这个我们刚前面已经谈过了嘛。好，那我这边再把它存。